要拍照，是吧？妍妍在帮阿法扣扣。你没有扣起来啊？等下叫阿妈扣啦，你又不会扣。阿凡听话。那你去帮阿妈拿瑜伽来，在阳台那边，后面阳台那边有瑜伽。到一架，你也站太高了吧？不怕哦。嗨，嗨 ，You too。有看到阿妈吗？没有，我看不清楚，太高了。阿妈往下面一点看。那你去叫阿妈这样子。